当双方英雄技能都只剩下大招，并且这次不限英雄，如果你来玩的话，你会选哪个英雄呢？第一棒是双方的马可波罗对战凯皇，这两个人在擂台上面也是非常的高冷。好的，擂台开始了。什么？凯皇一上来就开大招，我就喜欢凯皇这种人狠话不多，上来就是干的人。海底魔力转圈圈，还是让马可消停一会儿吧。接下来老村长登场了，听说这几年他都没有出过新皮肤啊。不愧是老村长啊，最后也是带走了凯皇。对了，你手机里面的第二个表情包能打得过奥特曼吗？大风车出来了，可曾听闻从天而降的打法？附魔的吕布就跟吕布附魔了一样强，双方的大招都已经用过了，双方也只能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一下。给我上场表演。